皆さんは日本の「詩のルールについて興味を持っ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か実はルールはとても簡単で外国人でもすぐ作れます皆さんが学生の時の国語の授業で勉強していた詩「詩詩 カフに似たものが日本の俳句短歌線流なのです今日は俳句短歌線流のルールと面白い内容のものについてご紹介します1俳句俳句は主に自然や景色季節をメインとしたテーマで 世界一短い定型詞とも呼ばれています。必ず575の十七音で俳句を作り、その中に季節語を入れないといけません。個人的に好きな俳句を紹介しましょう。松尾芭蕉の夏草やつわものどもが夢の中。この俳句の意味は昔、 ここではたくさんの武将がそれぞれの夢を見ながら戦っていたが、今では夏草が生い茂っている。季節語は夏草で夏の内容の俳句です。他にも最近のコンテストで入賞した面白い俳句があるので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ひな祭り 人形たちも distance これは3月3日のひな祭りの時人形たちもわざと距離をとって観戦しないようにしようという意味の内容で誰でもわかるものですね季節語はひな祭りです2、短歌短歌は 自分の周りのことをテーマとしたものが多く、5・7・5・7・7の三十一音で構成されます。しかし、季節語は必要ありません。一緒に有名な短歌を見てみましょう。万葉集、小野の,の小町の花の色は移りにけりな、いたずらに、 我が身世に降る長めせ島にこれは春の長い雨が降っている間に綺麗な桜の花の色も色あせてしまった。私の美貌も色々と考えている間にかなり衰えてしまったものだ。という意味です。他にも もっと現代的で面白い短歌があります。面白いホラー映画を見たけれど夜中トイレに行けなくなった。これはかなりわかりやすく誰にでもあることで共感できる人が多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三、川柳 川柳は社会風刺や誰でもわかるものを題材にしたものが多く、俳句と同じく五七五の十七音ですが、季節語は必要ありません。内容は話し言葉が多く使われ、川柳をメインとしたコンテストも少なくありません。例えば、いい数字。 出るまで測る血圧計。メルカリで妻が売るのは俺のもの。そっと乗り叫んで降りた体重計。など、とても面白いものが多くて思わずくすっと笑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以上が俳句。 短歌、川柳の紹介でした。中国の詩とは違って、陰を踏む必要がないので、簡単に作れます。皆さんもぜひ作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では、中国語に移ります。はい、大家好、おしょうけ老师最近の前几天、我去打了疫苗。疫苗叫做ワクチン。 那我是打第三季的疫苗，然后呢就有副作用。哈、哦，这个这一次第三季的我的副作用是蛮严重的，有头痛，然后还有发烧，还有一些发寒，然后肚子痛、头痛，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些症状。好，副作用呢，日文叫做副反诺，疫苗呢是叫做副反诺，汉字是写副反应。 那在日文里，药的副作用才是副作用，ワクチン呢是副作用副，但是中文呢是不管是药或者说疫苗打针都是副作用嘛，所以这边是跟日文有点不太一样的。那前几天就有点不舒服，不过今天呢就非常的我就非常的生龙活虎了，非常有活力了，所以呢今天就趁我还有精力的时候，赶快来录一集。 好，那今天呢，想要来介绍这个日文的诗给大家。日文的诗呢，就是说大家应该有听过吧，俳句、俳句、唱卡、短歌，或说 s e 川柳，好像这些东西，大家不知道对这些有没有兴趣呢？对他们的一些规则有没有兴趣？其实呢，规则非常简单。 大家都会一定的程度了，都有一定的文法单字量了，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大家听完这一集，要自己做一个制作一个新的，比如说碳卡、自己的碳卡、自己的牌歌、自己的 send you 都没有问题。好，那我觉得日文的这个牌剧或者说碳卡，或者说 send you，我觉得呢，就好像大家在学生的时候。 有学过国文课嘛？那我觉得很像大家学的国文课里的那种，像诗词歌赋哦，像那样子的一个东西，呃，就好像日本的这个俳句、探卡俳句。那所以呢，今天我想要来介绍这些东西的规则，再加上一些有名的古文作品，还有一些最近近代呃比赛得名的一些作品给大家。 好，第一个海歌，海歌呢，通常都是以这个自然啊、景色、季节为主的主题哦，也被称为世界第一短的定型诗。Takei 西一定呢都停在五七五的十七个音。这个呢，我等一下会就是马上做一个这个海歌给大家听哦，我就随便做一个，自由的做一个给大家。然后呢，再来。 台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它一定要放季节雨。什么叫季节雨呢？就是你要跟那个季节有关系的单字就好了。比如说西瓜，西瓜是夏天的水果，所以它是夏天的季节雨。哦、啊，就是一个牌局就是要放一个季节雨就对了。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五月雨，啥咪搭嘞？五月雨，这个呢就是指五月的这个季节雨。 哦，就是一定要放一个东西就对了，那不可以放太多。就是你一个牌局里面放超多，那是很奇怪的哈。好，那那我就随便做一个给大家看好了，大家听听看。呃，像是センセ哦，就是セン、セン、五个音嘛。然后卡哇伊伊，キレ伊イ，カワ 卡哇伊伊七类一不是七个吗？然后再来，托德莫伊伊，好了，好，这是五个了，所以五七五我就结束了，我就我就现在就做了一个排序了。但是有一个不行，就是我没有放季节语，因为我说老师，先谁哇，卡哇伊伊七类一，<laughs> 可爱又漂亮。然后呢，托德莫伊非常棒。<laughs> 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俳句，所以呢，大家其实做什么都可以。虽然我的俳句是不及格的，因为没有季节语啊。只要大家如果能够放季节语，就超棒的，就是超完美的。好，那接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个不,不错的，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的一个俳歌给大家。好了，好，马兹欧巴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俳剧诗人的一个作品。 他叫做松尾芭蕉，他是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然后呢，他的这个牌客就是“那次克サ呀此ワ莫诺多莫ガ有没有那卡。他的意思呢其实有点难，但是呢，我这边先简单用中文介绍一下。就我们以前在这里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兵士武将，然后看着他们本身的一些目标梦想，然后在这边战斗过，但是现在。 已经都变成了一些夏草而已，就是夏草一直在这边，一直只有夏草，什么都没有了哦，这种意思。那这边的季节语呢，它是放ナツクサ夏草，所以呢，这个就是夏天的一个牌句。好，接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个比较最近的一个比赛入讲的一个作品给大家。hinama ひなまつり人形たちも distance。 哦，你 h i n a m 呢，就是这个女儿节，然后您哟，就是这个女儿节的人形嘛，各位应该都知道。然后 Distance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这个社交距离，虽然 Distance 本身是距离而已，但是呢，大家都说呃 Distance 就是 Social Distance 的一个简称嘛，就是社交距离的距离。好，那个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三月三号的女儿节的时候呢。 我们要摆人形的时候呢，也要放点距离哦，才不会感染哦，呵呵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其实还蛮简单的，因为比较近代化，所以呢大家应该都看得懂。然后呢，季节语呢是 h i n a m a t s i 因为它的这个几月几号很清楚。好，第二个 t a n k a t a n k a 呢。 的主题呢，都是以自己为主的一些，就说生活周遭啦、啊，自己周遭的一些事情为主的主题会比较多、哦。那它是以五七五七七的三十个一个音来构成的。那它跟那个俳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不需要季节语。那我们来看一下很有名的一些探卡吧，像是 Man Yosho。 呃，有一个叫做《万叶集》的一个古文作品，里面有一个作者叫做 o n o n o k o m a i 这个大家应该不知道，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女生哈，是据说了她是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啊。不过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的审美观是差很多的，因为以前的人的一个女生。 漂亮的女生呢是要把牙齿打掉，然后前面的牙齿涂黑，所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有点又有点离题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她的作品。这个呢是完全的日本的古文，所以呢大家听不懂是理所当然的。那我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春天的时候呢，有下了非常长的雨。那在下雨的这个时候呢，这个非常漂亮的樱花的花的颜色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褪色了。那我的美貌呢，也在想了很多事情的时候，也衰退了。我的美貌也渐渐的，就是变没有了哦，这样的一个意思。 其他的也有一些很有趣的、比较现代化的一些有趣的短歌，那我也来介绍给大家。おもしろい。ほら映画を見たけれど、夜中トイレに行けなくなった。这个大家应该都看得懂吧？然后大家可以数一下它的音哦，不是字哦，是音哦。很有趣的恐怖片我看了，但是半夜我不敢去上厕所了。哦，像这种大家应该一看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内容呢，大家应该都可以产生共鸣的内容吧？我想这样觉得的人应该也蛮多的。好，第三个，send i o u s e n d i o u 呢，它比较多都是以社会讽刺社会议题，或说大家不管是谁都懂的一些题材为主的一些主题哦。那其实它跟海克 g 是一样的，都是五七五的十七个音。 但是它跟俳句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需要キ o ツ語，内容呢都是以話なし言葉为主，話なし言葉就是口语为主的哦。那所以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赛 u 的比赛，有非常非常多，所以大家有兴趣呢都可以去参加看看，什么都可以的。那我们来举几个比较有趣的赛 u 给大家好了，来听听看。 呃，一時機デルマデハカルケツ,ツケ就说我要量到我满意为止的数字的这样的一个ケツアツケ血压计。或說メルカリで妻が売るのは俺のの在メル咖喱上，我太太卖的呢都是我的东西。这个メル咖喱呢，其实就是台湾的类似像虾皮啦，或者露天啦这种东西，专门卖。 二手货的一个东西，还有 Sotonori Sakendori t a i j k 哦，这个体有个体重计，就是说，呃，我偷偷站上去，但是我尖叫的下来，体重计哦，像这种也蛮有趣的，像这些啊都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很多很多，所以呢，一看其实你就是日本人都会说，诶，好有趣哦，笑一下哦，这种东西蛮多的。 那以上呢，就是排句、短歌、串溜的一个介绍。其实呢，跟中国诗真的是不太一样，因为呢，它是不需要英 n wo humu。音呢，就是呃押韵的意思，就是不需要押韵，所以呢，我觉得是很简单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做做看哦。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到 repeat time 一 in wo h u

共鸣，产生共鸣。w Show！入围获奖。好，以上的就是今天的内容了。那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麻烦帮我关注、订阅、追踪。另外呢，我有 IG、布乐格、t w i t e r Facebook。 还有 Facebook 的日文学习社团，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加我。谢谢。お疲れ様でした。